轻如歌，他们热恋期非常可惜已经过了，男生呢早就玩腻了，哎呀，所以他们也没法向大家放闪啦，是不是很开心呢？是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上次去那个夜店，那个调酒师超正的嘛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夜店里面那个 DJ 才是正点啊！真的，真的，那个前凸右后翘，真是让人垂涎三尺。哇，垂涎三尺，连成语都用出来，你是多饿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日本料理吃久了，偶尔想换换口味啊。今天晚上可能不行哦，我在路上啊遇到车祸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还好吗？在哪里？我去找你好不好？可是电话那边怎么那么吵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能让他走在夜店啊！救护车！哦，没有啦，因为这边救护车很吵啊。然后还有，你不要过来啦。海尼，你不是怕血吗？我这边受伤流血了，我怕你来看到会不舒服，会难过的。好啦，那你记得早点回家，我会担心。好好好好，我刚回去了，我刚回去了，拜拜。希望宝贝没事才好。哦，现在女生真的是很棒，每十分钟就来一通电话。真的是哎，跟苍蝇一样烦哎。今天节我当然记得啦，今天是情人节嘛。哎，才不是呢，今天是我生日啊，你忘了吗？我还买了最爱巧克力蛋糕哎呦，对不起啦，今天公司临时突然有点事，可能回不去了。可是今天是我生日。我好啦好啦，我下次会再补你啦，就这样。反正人家很期待。搞定。啊，是时候去营救一下了吗？当然了，走吧。杨家的废物。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你跟杨家还有李罐头一起出现？罐头他哦，他最近常常在外面忙到很晚，都说是在陪什么大老板喝酒啦。他也一样啊。他也工作到很晚，可是他说他可能可以加薪的。罐头也是，他也是在为了我们未来打拼嘛，所以呢，我相信他啦。对啊，而且如果他赚多一点钱的话，我们还可以一起出国去玩。哎，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去加薪，还有应酬。哎呦，我这个本来就比较喜欢玩张票啊，而且对我来说，谢谢你，就是你啊。哦，我也希望罐头可以常常陪在我身边。哎呦，你不要在那边胡说。哎，可是万一他有钱了，找人面找小三吧。我到时候真的这样，我要教训他呀！教训他。果然还是你的姐妹是最好的。最好的。对啊。男朋友什么都去死吧！你不用这样讲吧。